今天分享长寿面，牛肉切完下盐、料酒、蛋清、生粉，抓至均匀上浆，小圆葱下锅煸香，捞出备用。生姜丝、蘑菇下锅炒香，中途加水，水开下牛肉片，牛肉煮熟，下两捆白面线，下盐、鸡粉、胡椒粉，再来点青菜。长寿面可以下肉类，也可以下海鲜。最后再来点葱油，比较香。来个荷包蛋。有你们的关注，我最喜欢出详细的美食教程了。抖音。